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呢，他好要你呢用 LN5 跟 LN7 好来表达这个。好，那我现在呢给他好因式分解。好，这是1225好，给他因式分解，用5。5二得10 ,5 是20 ,5 二十五再5。5是20 ,5 9是 15, 7, 7是19。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5的平方乘以7的平方。啊，所以呢这个就等于等于 LN 啊，5的平方乘以7的平方。啊 ,log 嘛 ,log 话就 LN 呢 ,5 的平方加 3,LN 啊 ,7 的平方。好，那2可以掉下来，这两倍的 LN 啊 ,5。那2掉下来，两倍的 LN 呢 ,7 嘛。所以是两倍的 LN 5加 LN 7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